上来，快点，你们三个快点，干杯一起唱，跟叔叔唱，好欢迎。好，分享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在大概高中的时候，教我唱这首歌的长老叫也是高先忠哦，高先忠阿公，他教我唱的这首歌，然后一直到前几年。然后因为表演的关系，然后就是还有成长班，然后就交给就教部落的年轻人跟小孩子唱这首歌，然后一直到现在，这首歌算是部落的，也算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有三段，第一段的歌曲就讲说，部落的女孩子到山上去采野菜，然后采野菜呢，采的野菜呢，分享给部落的年轻人吃。然后第二段是部落的年轻人到河边去抓鱼，抓那个弗拉的第二是就是扣灰嘛哈，马尔马够扣灰抓这种鱼，然后分享给部落的女孩子吃。然后第三段呢是部落的长老到山上去打猎，然后打到一只水鹿，然后分享给我们的祖灵，分享给我们的祖先吃。所以这首歌就可以描述说，就是整个卑南族的一个生活一个观念哈，都是分享。在我们部落，一个人不会分享哦，那个简直不能算是人，不吝拿道一路嘛，要被部落淘汰的人啊。所以分享对部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一个观念。然后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分享。Pura
这边唱个三来。哦呀，感觉很像接下来要介绍新郎新娘了呢哦，把它定哦。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现在都唱完毕了呢。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创造》。创造我们的话怎么讲？达达瓦亚是这样讲吗？达达瓦亚还是德玛瓦伊？德玛瓦伊还是迪纳瓦亚？到底怎么讲？然后这首歌哈、哦、是我自己的创作这样，然后他创作的理由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在都是在唱丰年祭的时候都是在唱祖先的歌嘛，祖先的歌曲，祖先的歌谣，然后很少有人会为了祖先或为了这些的妈外改搭上那些创造者去为他们做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是在前年，大概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到挪威，到挪威去表演，跟那边的萨米族，我们到德国，然后到挪威去表演，然后所在挪威所创造的一首歌。因为我们到挪威的时候是七月嘛，七月初，然后很奇怪，我到那边的时候，我的表已经转2000了，还没有晚上呢。然后结果他们那边的人讲说，他们的白天大概要3个月都没有晚上这样，然后跟广才叔叔我们睡在一起哦。等一下会下一个节目是他哦，台湾族的广才叔叔，我就问他说：“叔，我们还没有晚上，我们怎么样睡觉啊？”这样，啊叔叔说：“啊，你关灯，然后拉那个窗帘就可以睡觉了啊。”然后蛮奇特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就是很无聊，都是白天，然后就是自己拿吉他，然后我们是住在那个湖上面，海边上面算海吧，算是湖啦，湖上面，然后那个已经七月很热的时候，那个山上都是下雪，还是有雪哦，然后就一个人很无聊，就拿吉他，然后就是很感谢祖先，很感谢感谢天主，感谢我的祖灵，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来到那么远的地方哦，就是北极，来挪威最北的地方，然后就写了这首歌给他们，这样我们听听看，这首叫创造，然后通常都叫等登登啊，它只有3个字而已，那我们听听看看好不好？麻烦那个2号包厢的声音小一点，可以吗？2号跟3号包厢，老板娘，麻烦去给他转一下啦。好，听这首创造。
kai semana rata kemakawan arum wile punata buka sayata udah dikisau karena kena ilik-ilik包厢影响到，所以打开打开啦哈，打开打开上啦，接下来有没有人想听什么歌？有没有要点歌的？点歌的举手。啊？慢些抖。卡拉 OK 是2638，男 key 升两 key。没有开玩笑的，这个是会后会啦，等一下我们去那个什么给阿桃那边，有我的阿妈有新开一个卡拉 OK 啦，讲那个妇女会会长一顺的名字就可以唱到底，或者是班长迪巴里，我开玩笑的啊，或者是想讲我们前任的妇女会会长徐艺豪可以唱到早上六点，开玩笑。好，接下来我们唱比较也是自己的创作。大声说啊啦，我怎么会被影响啊？然后接下来要唱的歌，接下来要唱的歌叫这首歌，我常常记得这首歌叫《伊娜的眼睛》，好不好？可以吗？好。这首歌的原住民加母语哈，然后那个母语的部分呢，是那时候还不会讲母语的时候自己乱拼错的，然后就将错就错，就唱下去嘛，反正就这样嘛。然后这首歌是在好像是5年前吧。
然后就我就带那时候还是青年会会长的时候，凯迪布青年会会长的时候，我就带了一群人，然后到台中的武林农场、武林山上，然后在那边做一个月的表演。然后一个月的表演呢，刚好是五月一号一直到5月30号，然后在那边做表演，然后刚好碰到母亲节，没有办法回来，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几个年轻人啊，有阿修，还有现在的会长冠杰嘛，还有 Giliu， 还有记得有一些人，还有哥哥春雄，哥哥春雄也在前几年，也是因为生病后也过世了哈。然后我们自己写这首歌，然后这个词呢，那个曲是我写的，然后词是我们的哥哥春雄，我们都知道哈，做美发那个，然后他国语的词是他谱的，他写的，然后我们为了没有办法给妈妈过母亲节，然后我们就在山上，在武林农场，我们就写了这首歌，然后一个晚上就把它完成这样。然后我希望说我们每次都是唱母亲像月亮一样，哪有像月亮啊，然后其实妈妈真的很像月亮也像太阳啊，然后想说都是汉人的歌，然后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属于部落属于原住民的妈妈的歌，然后我们就好，我们就大概就是晚上很无聊，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啊，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叫伊娜的眼睛。不过后面哦，需要大家一起配合，好不好？我会唱。哦啊耶呀，哦啊耶呀，哦啊耶呀，会了吗？新朋友会了吗？会不会？好的，我们来开始好不好？伊娜的眼睛，那个是周美惠还是谁？表姐，你不是还在抬叶子哈？怎么跑过来？加班很忙哦。
小的时候我们不听话，依然细心照顾我们长大，经过多少岁月那流逝的青春年华，他依然全心全意照顾全家，最亲请你们改进。对，我们资本的阿公都这样讲，阿公哪里错，你们要改进啊。还要再听吗？最后一首歌了，好不好？要听快乐的还是听那个不大快乐的？快乐的，好不好？然后就是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了哈，然后这首歌算是卑南族的经典歌谣，尤其是凯蒂布部落最爱唱的，叫做什么？跳舞怎么讲？蛮，哎，马里嘎少，好不好？这首歌啊，要跳舞的一起来，麻烦凯蒂布妇女会到前面，可以吗？哎，你们今天很闷呢，你们没有喝哦。好，我们来带这首《马里嘎少》。Yeah.
我们的妇女会掌声鼓励好不好？麻烦掌声加尖叫。休息几分钟，那个校长，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小便的小便，然后喝酒的喝酒，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有我的叔叔哈，屏东的叔叔头目林广才带来一些林班的歌，还有台湾组的歌，这样，然后赶快来，因为他很紧张，然后很怕。你们听不到他的歌，这样赶快来哈！下一个小时是广才叔叔，然后有一些歌会跟他一起唱，这样子。好了，我不会讲话了，我哪里错，请你们改进就对了啦。好，下课。你也当当当哦，老师。啊，那个黄沙浪的牌还要不登岸了啊！好，谢谢。